好，来，我们看这一题 ，dy dx 等于一减 x， 然后6 x 减二 power 五乘以减那个 x 减二 power 六减一，然后接着就有一减 x 的 square。我能够抽的是 x 减二 power 五，前面剩下的是六括弧一减 x， 然后后面的是 x 减二 ，OK， 减减变加，然后一减 x 的 power 二，所以就 x 减二 power 五，这个部分我不另外做出来，它其实是6减 6x 加 x 减 2， OK， 所以我就有4减 5x， 然后1减 x power 2， x 减 2 power 5， 4减 5x， 1减 x power 2， 对了。